没钱人吃鱼 vs 有钱人吃鱼，没钱人。你扯什么？真的是老。你上来干啥？我能不干？哎，你们扯什么？这么激情？哎，哎，你怎么打人啊？打就你。哎兄弟，今天遇到鬼子了，嗯，请吃好了。老板，来上烤鱼，我大的上，有的是钱。哎，兄弟可以啊，啥事我也没遇过鬼子。哦，好香啊，分开吃。哇，有人吃也不够吃啊。有钱人，管家。我十年前投资10亿的海洋牧场，今年有收获了吗？有的，老爷，而且今年的蓝鳍金枪鱼特别肥美。哦，赶紧安排。好的，老爷。哇哦，老爷可以品尝。嗯，这个白色的是什么？啊，这是优质脂肪。金枪鱼之所以好吃，就是因为它。哦，哇，真甜，入口即化，真是好鱼。今天给大哥来个蒙眼挑战，我这里面有7000多块钱，只要你答对了，这个钱全部转给你。我做了10多年舔狗，你竟然想考验我的舌头，简直是送钱。开始咯，张嘴。可乐嘛，这不就是啊？嗨，厉害嘞。我就说我的舌头厉害嘛，你这点东西还想难倒我。那我给你加点难度，张嘴。啊，牛奶。有点东西啊，哼，你赶紧给我上点难度，要不然我都不好意思拿你的钱。分数舌头。自作聪明的时刻。哎，你快给我反了。那你怎么知道了？所有人都用这一面，但是有些人有传染病，怕被传染。哦，这一面就很安全。你怎么也用了反的？因为我有传染病，把传染给别了，所以我用这一面，一般没人会用这一面的。杀。南方吃翅膀 vs 北方吃翅膀，南方什么9498？有品味啊，这个好吃啊！嗯，我估计根本吃不完，就点这个啥啊？再加点龙虾鲍鱼，点点主食，吃得完不要浪费，这就够了。哎，行吧行吧，那就点这个。上错菜了吧？不是雕翅膀吗？没错，这是鱼翅，高端料理。尝尝，就这点粉丝998，太坑了。北方兄弟终于来了，让你尝尝我们这儿的天酒翅。嗯，老板来两个翅膀，啊，一个就够了。两个咱点一个吃，太酷了，别跟他说话了。杀，就给他吃两个。鸵鸟翅膀当然大了，快尝尝。哎呦我的妈！真香啊！哎呦，这翅膀也太好吃了，嘎嘎香。不同时期喝咖啡，30年前。先生，请问需要点什么？来杯 Mouse 咖啡 ，Thank you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啊，纯。现在，先生，请问需要什么咖啡？听说现在品种挺多，给我介绍下来。有茶类的，铁观音、碧螺春，还有水果类的，春椰、橙子等各种口味。哎，有没有酒类的？啊，有的，有飞天茅台版的酱香拿铁。哦，飞天茅台，来一杯。您的酱香拿铁。哇哦，原来茅台是这个味儿，帅。30年后，欢迎光临火星咖啡店。火星咖啡，请问一下什么口味的？回锅肉吗？螺蛳粉拿铁。油条马齿拿铁啊？啊，这有的，这是我们的新品啊！给我来一杯，那我帮你出餐喽。您的油条马齿拿铁。这味道太上头了。